你好，下午的5:01啊，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、539的会员们、台北观察的朋友们，大家晚安了啊，5点了啊。台北的天气阴雨啊，阴雨天，暗暗的啊。那么今天台北观察观察花博观影员，明天10月23到10月26号啊，明天10月23到10月26号有一个。啊，圆山的那个素食养生展有没有看到？素食养生展啊，观察这边有个素食养生展，在圆山，在花博公园的那个花博公园的那个珍宴馆举行的，这边是全台最大的素食有厨艺交流啊 ，Life 秀现场秀评鉴大赛啊。啊，有什么玉莲斋、长春素食、崇德发、广德孙啊，啊，有这个广德丰生广丰啊，生广丰啊，崇德发啊，有很多的民间的素食餐厅在这边举办的展览，欢迎呢，我们那个来经过花博公园啊珍宴馆这边来看这个素食养生展啊。台北观察就报道这个这一项资讯给各位读者们听啊。